大家好，我叫李肯俊，人如其名，每一日我都好精神咁翻工。而我每次遲到最驚嘅就係打卡。每次打完卡，我幾好同事都會走過嚟關心下我。喂，阿俊，年初四又遲到喎、啊。初四又着到成个利是咁样，咁想我袋先入你个袋啊！乜我似利是封咩？呢个就系我嘅女神，梗系唔系啦！你简直……大家今日咁颓，请大家食糖。新年快乐！佢好细心，对每一个人都咁好。除咗我，今次系我第一次同佢接触。见你咁颓，俾晒成盒糖你啦，加油！不过之后，喂，呢几日都唔见阿神，你知唔知去咗边啊？佢突然有事辞咗职，乜都冇办大。嗰一刻，我嘅世界消失咗。不过生活依然要过嘅。食饭啦，一齐啊！即使生活几唔如意都唔紧要，因为我仲有女神留俾我嘅一点关心。圣诞仪式，就算我自己一个几孤单都唔紧要，因为。时光飞逝，虽然我哋冇再见面，佢嘅座位依然系空嘅，但至少佢留咗人生开解药俾我，撑我每一日，直至我再遇到佢。喂，陈生啊，你就星期五啊嘛？佢男朋友，喺呢一刻，我再一次觉得好伤心。点解个世界会咁样玩我呢？喺呢一刻，我又再想。我今次冇，我宁愿自己喊住翻公司，然后翻公司继续喊。呢个时候，我嘅好同事又再嚟关心我。唔好唔开心啦，我都知女神有仔，等我醒翻两件正嘢俾你啦。真系嘅，嗱，第一个咧，好恐怖力噶喎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等我一阵，听埋第二个先。第二个系人都碰到都出晒汁噶噃。咁 Q 正，用佢哋 IG 啊？乜鬼啊 IG 啊？我讲嘅系德力素能量糖，呢粒咧就系、是、你日日都食柠檬柠檬能量糖，呢粒咧就系、是、你永远只有葡萄别人嘅葡萄嘅能量糖，佢刚烈个外表配上内里甜甜嘅流心，简直就好似少女嘅激情咁啊！你走啊！又幾好食喎，咪又冇女。